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我是娜娜猴，你不用懂我几岁，你只要懂我还是一个人睡。我单身不是因为我样帅 ，OK？ 上天是很公平的，他给我这样 handsome 的脸，他当然不会给我钱嘛。所以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咯？你女生都是向前看的吗？尤其是那些美的。那你看，就好像这个男的，还样帅就算了，你看他的头发好像咩鸡面酱啊，那衣服又不穿好来，整个阿伯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女生喜欢他什么鬼。如果不是因为他有钱，是什么啊？你讲，我给你讲。今天我要教你们当每个女生的理想男友吧。很多男生像喇喇猴一样，觉得女生找男友要么就是有颜，要么就是有钱，太肤浅了吧。女生找男朋友不是看有没有 S， 是看你身上有没有 H。 只要你是三个 H， 即使是喇喇猴也可以找到未来老婆的吧。那首先你要学会分析，你看这个女生人又美， style 又 trendy， 你当然不可以 ugly 嘛，不然跟你在一起很闷不瞎睡干的吧。所以你要懂 hype， 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 trend 啊，又不一定是要当个 high bitch， 穿那些很贵很 swag 的 streetwear brand 啊，正所谓撑得起就权志龙，撑不起就大耳窿吧。你 swag 过头，他看了也想跑啊。那你要穿搭不一定要贵，不要令女生反胃就好了吧。女生对穿搭有 sense 的男生呢，就特别有好感的，因为这证明你够细心。你要 hype 的来不屁孩，女生才会喜欢你的吧。你穿搭像阿龙这样，他不是跑啦，你看你穿搭像欧巴这样，他简直想被你打包不。女生除了希望她男朋友会打扮以外呢，她也希望他是一个 husband material 啊，我是说 IG 老公。所谓的 IG 老公就是会帮她拍照咯，他们要求的不多，只希望你帮他拍一些他喜欢的食物， IG 的餐厅，爱用的产品，日常小确幸，还有一些网美照啊，还有那种各式各样的花式放闪男友视角吧。哦，当然少不了偶尔要陪他学海草跳，偶尔陪他学猫叫吧。女生就只是想要一个会对他们用心的男朋友罢了吧。那现在来到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不可能吃得好穿得潮 Off-White Supreme McQueen 样样齐，带他回家的时候让他看到你住的是 flat， 上楼还要爬楼梯，女生看了呢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切实际。爱一个女生就要给她安全感，爱她就给她一个 house， 让她看见你爱她的决心吧。那你穿得潮，住也要有 style，时尚是要融入生活的吧。再加上好的居住环境呢，人家一进到居住会放松，放松就自然会舒服嘛。在很舒服的状态下呢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你想要几十次级就几十次，就是一起玩 PUBG 咯。你想要哪里去哦？根据调查，玩 game 可以增进情侣之间的感情吗？结论是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但是千万不要乱装。 A wise man once said, You can buy fashion, but you cannot buy style. You have to live the style. 穿得潮，住也要有 style 吧，这是一个 package 来的。不然在别人眼里呢，要么你就是幼稚，要么就是打肿脸皮充胖子，因为你的生活不符合你所呈现出来的气质吧。这个影片想要表达的呢，就不是一定要穿得潮，买大大间的 house 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，而是想告诉你，与其空有其表，不如对症下药吧。女生要的不是一个王子，而是一个绅士。对女生来说，男生的颜值不需要很高，只要长得顺眼，穿搭干净得体，女生就会觉得你的外表很加分的吧。因为他们知道男人的魅力除了来自他的外表，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自信，对人事物的态度，还有对生活的追求吧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两次，看个八次，看两下生活为止吧。然后记得 like 我的 page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喂，姐姐啊，你到了。我已经上去了哦，我已经不在卡巴了。你在卡巴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了。我的剧本。耶、yeah, ，姐姐。嗨。嗨。好久不见。嗨。三千年没有一起拍片了哦。你可以保佑今天的阳光好一点吗？现在海边蛮不错的。做你的屁、啊。好棒啊！剪了王嘉尔的头发呢。就是中国喂。我不要王嘉尔，王嘉尔。中国风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用那种双下巴。哎、坐高我来看你的衣服。我今天终于亲眼目睹了啦啦吼，还没有穿鞋子。这个拖鞋是干嘛？什么概念？这是传说中喇喇猴的招牌战鞋哦。来，走一个喇喇猴摆灯。拿那个白大脚兔。那我们的拍摄的 behind the scene 就是这样子啦。找紧，换衣服。哎，我就追着他们跑哦。今天我也要分身的喇喇猴，还有所谓的你们的飞仙男、飞仙官去拍影片哈。我今天就当我自己的 vlog 哦。你睡一下，镜头里面吗？他们在拍摄，我在拍。喂，靓女，你看做些什么呀？
喜欢这样子的 fashion boy 吗？莫不浪代言啊，代言啊，这样哎，秀一下，没有给你秀。他就这样把那个香水喷在我的手上，我的味道放在你身上。飞仙男说我们拍摄拍到要喝咖啡哟，我就跟踪他，就从跟踪的心，跟踪啊。我现在就戴着喇喇猴的眼镜，我戴的是比喇喇猴戴的好看。那我们的伟康哥有带 drone 来呀。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 fashion boy 的 video 会有 drone shot 这回事。这边有 GPS 啊，快点听。本来以为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很美的 drone shot 这样吗？然后我呢，等一下飞仙男就和我有亲密的戏，我都给。嗯哼。我列我今天穿的衣服为女神衣服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说它是女神衣服？哎呀！啊！1, 2, 3, go 来，喂，玩 fashion 还有钱买家呗？你骗我啊！我见那个睡美人，我的王子在哪？我找你的王子给你，拉拉虎，拉拉虎，还要 kiss。王母妞，拉拉虎。怎么样？你睡？你觉得拉拉虎帅吗？我觉得这个家太帅了，我就觉得可以在这边睡一晚。那你搞呀？你好，那分享还是看个八次。你可以跟我讲，好了，讲多次都讲错我的对白。这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一次，看个八次，看到牙上为止吧。然后再来我的 page follow 一下，然后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Yeah。